这球阿燕给的好，但是辛巴一个大锅哦，赏在奔森的身上，但是下来的时候可能是不是裁判有吹犯规呢？嗯，看第二个动作，有点情绪了、哦、情绪有点上来了，然后不断在 complain 说、好像被打到了，对，辛巴可能想要向裁判要一个进攻犯规、嗯、对方的进攻犯规，哦哦哦，后面这一下他的右手，不过两个人是很接近哈、哦。对。好，现场的朋友，那我们给辛巴来。我觉得这种顺势的球员，上篮球员顺势的手，其实你也很难去 complain。对，没错，因为他毕竟是被封阻的那个，他是要投篮的，所以即临时出现的这样子的改变呢，他没有办法去控制说手还要缩下来。嗯。